是米酱。乌鱼呢，对过去台湾的渔民来说，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。而乌鱼啊，在每年冬天的季节都会固定来到台湾，因此呢，又被称作为信鱼。那这一集呢，就跟着米酱的脚步，一块来探索台湾乌鱼的故事，走吧。冬至前后十天会从大陆东海回游台湾产卵，是渔民口中的欧金。在过去，乌鱼就像是渔民的年终奖金，制作出的乌鱼子总是带给渔民们极大的收益。不过近几年来环境的改变，乌鱼的捕获数量日渐减少，使得养殖的乌鱼逐渐取代了野生乌鱼。位于南台湾的新达港，从前可是捕获野生乌鱼的重镇，因此啊，也被称为乌鱼的故乡。对台湾人来说呢，乌鱼是一项非常珍贵的鱼种，而对于新达港的吴连明船长来说呢，更有着一份非常深厚的友谊。船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船长今天是要带我们出去捕乌鱼，对不对？对。目前乌鱼它来到伫这七个方面啦。唔过今仔风应真大，风浪比较大。出来出来看嘛嘞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待会出去是两艘船吗？嘿嘿，因为阮这看鲈鱼都爱两只。通常都是两艘船一起出去捕。这无两只咧喂袂得了。咱是不是也当出发？好啊。好的啊。过去捕捉乌鱼有许多禁忌。像是渔民承办不说呆崩，而说天崩，以免乌鱼沉底捕捉不到。在时代改变下，禁忌也逐渐消失。船长，我们今天啊，就是第一站要出发的渔场，一带。给他去过啊。再去七股，就是要到那个台南的七股那边。为什么啊？是因为那边的。那较有水温啦。它有水温。是海水的温度。哎呀哎呀哎！大概是在几度？这边迄个目前，我家庭啊，迄个24度啦。那边就是有那个温度计，就是测海水温度的意思。乌鱼啊，它比较适合在什么样的温度之下比较容易抓得到它们？21度。那21度。今年乌鱼无好啦，温度算咱台湾的温度不够。海水温度还不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呢、既然已经出海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是非常的拭目以待，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抓到很多很多的乌鱼。在出海一段时间之后，吴大哥啊，好像发现了鱼群的踪迹，开始指挥渔民整理网具，准备下网。我们现在是已经有发现到鱼群了，是不是？今目前只无乌鱼啦，有诶鳗鱼啦。鳗鱼是炸弹鱼，就是煎鱼的意思。迄个只大尾。所以船长，你们就是要出海捕乌鱼之前，还会先捕煎鱼呀、今目前乌鱼出过啦，你都唔敢去你啊风头啊。对啊，即种快鳗鱼，加减啊熟。一边捕一边可以多少赚一点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些煎鱼都捕起来。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艘船已经慢慢在靠近了，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是。网子要开始下网了，是不是？这里被穿网头，穿穿好势，开始塞到网下去。是捕那个煎鱼跟捕乌鱼的方式一样吗？没有。你们这个叫什么鱼法？金卓网。金卓网。嘿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这边捕乌鱼啊，都是用金卓网，是不是？对。听吴大哥说，金卓网一定是两艘船作业。发现鱼群后，有两艘船拖着网围捕，汇合之后将底网竖起来，如同碗状。拉起渔网时需要大家同心协力，因此啊，一组乌鱼船出航大约需要20多人才能进行金卓网的渔法。船长现在是已经开始围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来收了都熟了啦，这个鱼啊都。就迄个拢在伫迄个咱的船仔边啊。
那今天那个鱼的状况怎么样？会很多吗？几百斤了呢，少了。有，今仔有风啦，啊，青顶啦，鱼也细白。有。有，伊这个黄鱼较少了。哇，船长，哇，今天的那个鱼的种类真的很多，我们有看到有白带鱼，然后也有很多的煎鱼。不加面啦，还不加面啦，还差不多，差不多十外吨、七八吨啊。所以船长，你说这样子，今天我们这样捕的还不是很多喽？那你们曾经最高纪录啊，一次这样围起来的大概数量有多少？十外吨，我慢慢咧数二三十吨嘛，啊，几啊万斤嘛，你都咧数。所以今天算是小便宜的。你啊小鳄鱼，我慢慢数到三四万尾啊。哎呀，你咧咧。啊那有镜头把你翕起来，好聊。大天鱼，好重哦！这次出海虽然没有捕捉到乌鱼，不过也让美酱见识到捕捉乌鱼的金卓网，而野生乌鱼数量逐年下降，也大大降低渔民出海的意愿。哇，可以看到在我们后面呢，非常壮观的景象，就是我们今天捕到的煎鱼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，船长？所以你们平常捕乌鱼也是像这样子的状况吗？对啊，也是一样。乌鱼啦，松啊，拢少讲啦。那在新达港这边呢，捕乌鱼的船只以前最多有多少？迄落才八十组。八十组左右。所以越来越少的关系是？人用多啦，这个算。算拢无啥乌鱼通看啦，算最近才十几冬哦。嗯。算气候拢无够冷啦。气候也有关系。因为乌鱼较袂回南的啦。你啊海头十月啦，十二月安尼，让伊寒流冷风哦，会当安尼头上。像今年拢透过冬的嘛。伊个可能鱼啊又食过冬的，到目前无啥乌鱼啊。为了不让捕乌鱼的技术就此失传，虽然每年渔获渐渐稀少，吴大哥还是坚持出海捕乌鱼。米酱也衷心期望每一次出海时，渔民都能够丰收本行。海雾回游温度大约在21度左右，冬至前后，乌鱼会从大陆沿海一带回游到台湾南部产卵。此时的乌鱼成为镇头乌，乌鱼子的品质较佳，而产卵后的乌鱼成为回头乌，比较不具经济效益。每年到了冬季的时候，除了野生的乌鱼会来到台湾回游之外呢，这个时候也是台湾养殖出来高品质的乌鱼收成的季节哦。在野生乌鱼逐渐减少的情况之下，养殖乌鱼成为市场上的主流，从台湾头到台湾尾也都可以看见渔民进行养殖。在渔民们优秀的养殖技术之下，目前所生产出的乌鱼子在品质和口感上也逐渐受到民众的喜爱。现在在米酱旁边的这一位是乌鱼养殖的曾班长，班长你好。好，你好。哇，班长，现在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养殖场正在进行的是乌鱼的收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是。那通常都是在每年的什么时候会进行？每年差不多十一月。十一月。哎，十一月。所以我们待会啊，可以看到就是慢慢往我们这个岸边啊移动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乌鱼吗？我现在可以看到很多，等一下就很多了。而且我有看到好多乌鱼就跳起来了。哇，现在鱼啊已经慢慢靠近了。哇，你看好多乌鱼哦，而且都活跳跳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健康哦。这起码被关了几栋大房啊，来被建了。金龟背啊，两背啊，卡西背啊，被建起来。哦，所以是要挑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就是只抓比较大的拿出去卖，然后小的让它继续长吗？好大只哦！哇，这个大概养多久啦？差不多3年、4年。哇，它好大只哦！要不要我帮你？不要不要不要。那这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个母的，啊，鸡吃饱嘞。鸡？是乌鱼子吗？就是那个卵，是不是？哇，乌鱼子是母的，哇，它摸起来其实就知道它那个腹部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腹部圆滚滚的，所以可想而知呢，它的那个乌鱼子的那个含量啊，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这些器官呢，这边鸡啊，讲多啊。
郑班长，像这样子的乌鱼啊，你们大概都是养多久啊才可以养到这么大？三年。养三年哦。三年。那在收成之前呢、啊、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去注意的地方？比如说饲料上啊，或者是啊，就你拿接近要搬，我这款料都无得饲啊。为什么？啊，这饲料落去吼，伊即马食料都这个迄款食算鸡啊，这健较无好啦。啊，即马拿禁料起来吼，伊个即款啊，这鱼啊有诶油吼，啊，即马伊就即款油较吸收比鸡啊较水啊。油脂几乎都被这个乌鱼的肉所吸收了，对不对？那乌鱼子本身它的卵所吸收的那个油比较少，所以它的品质比较好，是这个意思哦。是的。修成上岸，硕大肥美的乌鱼会先进行取鱼卵的动作，将鱼卵制作出美味的乌鱼子。除了乌鱼子之外，其实乌鱼全身都可以入菜，尤其是乌鱼的三宝，也是大家不能错过的美味哦。到底什么是乌鱼三宝呢？就请大家跟着咪酱尝鲜去喽。现在在咪酱旁边这一位呢，是我们今天的乌鱼料理厨师田爸爸。你好，你好。可是呢，他并不姓田哦，他是孙大哥。孙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孙大哥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啊，在对于台湾人来讲，乌鱼是一项非常珍贵的鱼种，对不对？对 对。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乌鱼子嘛。是。对，那听说啊，这几年呢、啊，很多的乌鱼料理的餐厅，他们都会去研发多种的一些乌鱼料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。最有特色的，要不要先介绍？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乌鱼里面的有三宝嘛？那我们现在介乌鱼三宝。现在介绍乌鱼子。这是乌鱼子，我知道。对对对对。嗯。那乌鱼子的话，我们这一般的话都是比较传统的做法，就是说先把它穿烫之后，然后微烤，然后这样就去搭配着白萝卜来吃这样子，还有一些蒜苗这样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乌鱼腱呢，那乌鱼腱呢，我们就是去把它稍微穿烫之后去油炸，然后再来炒一些椒盐这样子。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？Q Q 软软，比较有弹性。弹性，对对对。哇，那再来这一道呢？这也是乌鱼三宝里面其中一道嘛。那就是有乌鱼子，就是子就是母的，那乌鱼标是公的里面的一个内脏这样子。就是公乌鱼。公乌鱼，嘿。那乌鱼标的话，我们就是因为冬天到了嘛，我们会用一些蒜苗跟一些麻油去给它料理，啊，这样比较冬天吃的比较温暖补冬，就可以进补啊，对身体比较好。對對對對對對。这一道是乌鱼的肉的全餐这样子，我们鱼肉的话就把它微烤，烤了之后呢，再去把它用一些我们特制的酱汁，去把它卤了半个小时，煮一比较凉拌的料理这样子。凉拌的料理，那这个呢？这是乌鱼的，我们把它做糖醋。哎呀，这所以说一丝乌鱼，我们就变成两种口味这样子。最后这一道是？这一道就是我们这边，我们传统以来的那个乌鱼的煮法，最传统的。最传统的。有听到说乌鱼啊，就是说啊，乌鱼米粉，乌鱼米粉就是这样子啊。乌鱼米粉。嘿。哇，所以除了有传统的料理，然后再搭配创意料理啊。对对对。然后除了一开始我们最知道的乌鱼子之外，再去研发更多种的创意料理。对对对。所以其实很多民众啊，其实都不知道。对。可以借着这样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啊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可以来尝试这样子的乌鱼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迎接乌鱼季节的来临，台湾各地的渔民也推出了各式乌鱼料理大餐，可以提供民众来尝鲜，欢迎大家享用哦。乌鱼子含丰富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群、铜、锌等，是身体修补、增强抵抗力最好的鱼中珍品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乌鱼子的制作也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加工过程。在高雄紫光区的乌鱼子，就是以干净卫生的过程进行乌鱼子制作。李长，现在带大家来到了紫光区渔会的加工厂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这边正在进行的是乌鱼子的加工。那黄科长你好，你好，黄科长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。伯伯啊，他现在是在做乌鱼子的整个就是加工的处理过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可以看到这个袋子里面呢、啊，对，
这个是已经从就是乌鱼身上取下来的乌鱼子了。是是。他说摸起来冰冰的，是有经过冷冻过吗？对，一般我们乌鱼子呢，我们就上岸了，我们在鱼市场哈做一个剖杀哈。那乌鱼卵呢，会经过我们加工厂，我们会先把它经过一个急速冷冻，因为我们是全年生产、全年供应。哦。对，所以我们当接到订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批一批来做解冻哈，然后来做加工。加工哈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它现在呢，首先它会把那个线哈，它做一个绑线的动作哈，才不会让它的鱼卵哈跑出来。哦，所以师傅这边有线，然后他是在做绑线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对。而且他是不是刚在那边推呀、挤呀，是在帮他做按摩吗？帮他做一个整形，让他的形状啊，对，让他的形状更扎实哈。哦。对，这样压起来的时候，他那个形哦才会更饱满。第二个动作呢，他会先把那个它上面的一个血管哈，把它那个血污把它去掉。为什么要去血污？因为一般我们乌鱼子哈，它这个血污哈，它上面会残留它原本乌鱼子哈的一个血管，它那个血管上面会有一些腥味，所以我们把那个腥味，对对，会把那个腥味把它去掉哈。我们乌鱼子它在制作过程中哈，它不会残留在乌鱼子的上面。副科长，他们现在做什么？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好。他现在是在做一个鸭型哈，鸭型，对，我们乌鱼子呢，像这个大概十两重的哈，我们会把它先做一个腌制哈，把整片把它涂抹均匀呢。那我们老师傅的一个经验哈，像这个大概十两重的呢，当然这个鸭型大概要压一个小时，要压一个小时，对，要压一个小时，是是是是，哇，它整个一个盐度呢才有办法整片哈都很均匀的都有一个渗透，对，那出来的一个乌鱼子哈，它那个口感哈才会刚刚好。好，不会太咸，也不会太淡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不同的赛事啊，他们其实都已经分类好了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时间的掌控，对，都不一样，也都有它一定的一个限制，对，一个 SOP 一个标准流程。听黄大哥说，在经过初步的盐渍以及加压过程后，就可以进行曝晒，要帮乌鱼子做日光浴喽。哇，刘师傅，这边有好多乌鱼子哦。这边现在是在让它晒干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加工厂看到他们就是在腌制之后呢，然后压完之后就赶快拿出来，拿出来晒干晾干，晾干之后还要压，还要再继续压。对对对。哎，刘师傅，我刚刚看到这些大姐们，他们正在搬那个乌鱼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搬呢？他们是在晾干啊。那你们多久这样子翻一次？差不多半个小时啊。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。然后翻到背面再继续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这边摸起来的比较软，对，这边比较硬，这边是已经就是已经翻过，然后已经翻过了，对。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样子一天大概要翻几次啊？一次吃了差不多翻两次左右。那翻完之后要继续再压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继续再压，一天差不多压两次。那师傅，我们每天在外面这样子晒啊，要晒多久啊？晒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看那个天气了。天气如果好的话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；天气如果是阴天的话，差不多两个小时。那我们这样前前后后大概要维持几天的时间，然后才会变？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比较不是这么的软，变比较硬。一天哦，它一天哦，它的硬度就比较硬的啦。压一次就硬一次了，压一次硬一次，压一次硬一次，因为他们吃了就要晾干了，晾干它是从它是从这个外表一直干到里面去嘛，对，所以说前面在压的时候不要压得太重，如果压得太重的话是太扁的了，如果压得太轻的话这个外围已经干掉了这个不好压了。啊，乌鱼子乌鱼子就是那个扎实度，如果扎实度好的话吃起来它的口感会不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压的时候，它里面的颗粒跟颗粒一定要连接在一起，这是扎实度啊。那如果里面有空气的话那就不好吃了。哦，真的啊？对啊，那里面的油脂已经流失掉了，乌鱼子里面的有那个油脂啊，油脂它里面的扎实度，如果说紧密在一起的话，它的油脂不会流失掉啊。乌鱼子的品质好跟坏，就是看里面切出来那个扎实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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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它如果切出来的话，它的那个颜色都一样，那个就扎实度
就非常好了。这样子。原来美味的乌鱼子在制作上有这么多的撇步，透过精致、专业、卫生的加工过程，让消费者能够吃得更安心。哇，刘师傅，我觉得这一区的乌鱼子啊，它好像摸起来比较硬哎。最近经过差不多七天左右了，最近都压的紧实度都差不多了啦。因为像这个，这一片的话，这边的光泽度就非常好了啦。就是要拿到阳光，然后上面去，它颜色是比较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像就是那个光线会穿进那个乌鱼子的感觉，还蛮漂亮的，就是这种颜色。哇塞，我觉得啊，明讲我这样整个这样看下来啊，我觉得根本就是照顾乌鱼子呢，就跟照顾小朋友是一样的，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要很注意耶。所以其实呢，这样每一环都照顾到了，才可以就是做出非常优良的乌鱼子。为了推广台湾乌鱼产业，每年到了乌鱼产季，金钻乌鱼子选拔也就热闹的展开了。我们最大目的是希望让我们的国人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好的乌鱼子，那一方面也回馈我们的养殖渔民啊，他这几年所付出的辛劳。在经过严格的评鉴之后，获选的金钻乌鱼子也成为了年节送礼最高级的水产礼盒哦。我们认识了野生乌鱼的捕捉过程，也了解到了高品质的乌鱼是如何养殖出来的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想要品尝乌鱼三宝以及乌鱼大餐的话，也请洽各地区的渔会哦。娱乐新世界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现在做渔港已经逐渐转成一个休闲观光型的渔港。所以其实假日的时候，很多民众可以来这边游憩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们新竹地区呢，渔民捕获大量的生鱼，所以才有这样子一个构想，我们这个生鱼节办起来这样。17公里海岸哦，是用脚踏车去把它串联起来的。里面的景点非常的多，它是半人工的一个池塘，候鸟他们喜欢来这边栖息。今天的种类呢，有三大类。